弄车去看一看啊，阿图什市。不知道看我视频的人有没有江苏的？你看，衷心感谢江苏省的无私捐助，这个电这个广播电视台啊，江苏援建，克州二中，希望大厦。这里应该就是市中心了。朋友们，在我身后，也就是阿图什市中心的一个清真寺啊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地标了。在新疆的话，清真寺还是比较多的，因为可以说很多人啊都是穆斯林。看看它这个建筑，上面是月亮啊，非常的好看。感觉非常的精美啊，真的啊。大寺呢是锁门的，咱们就进不去啊，来旁边这个街道看看。哎，把我这垃圾给扔了。就是有时候垃圾就放到这筐里。这我发现，反正这边的这城市都喜欢那个上下的啊。你看这，各色各样的地毯。在里边看了看，感觉不错，真的不错啊！这个花纹我也比较喜欢。朋友们，这就走了啊！走了。1点钟。
城了啊，城市非常的小。还有些花未曾开放，我害怕。那进来的时候呢，你看也是比较严的，独自一人绝望。朋友们，这导航导的路根本不行啊，这导到这个路，人家那说前面的路封了不让走。哎呀，都是车难的。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却无法阻止。